大家好，我们是史氏夫妻。对，今天是3月3号啊，然后就突然大停电，哦，所以我们住的那边就目前停电，哦，他们也没有网络，什么都没有啦。然后他们也睡不着，太热了，啊，不知道停到什么时候，哦，现在也下午2点多了嘛。嗯，2点。所以就带他们出来，在车上睡一下。这边是和平公园吧？对啊，这次就带大家来这边看看。OK， 下去看一下吧。Go。你爱我，我爱你，你是冰中甜蜜蜜。走，我们耶，这个蜘蛛网吗？这叫什么？我也不知道嘞。可是不能转啊。哎，溜滑梯，挑战一下。啊，这边有好几座溜滑梯。每个都挑战。哦，一想玩吗？结果，结果。怎么呢？为什么跑溜滑梯？我唬你好吗？开始，快上来，快点，你们两个，哇哇哇！啊，为什么要哭？状况不好，我不敢溜，是我来救你了。这个贝壳的溜滑梯造型，哥哥挑战。哈哈，哎，普普哦，那，啊，这个有幅度和普普，可能要搭配的话，给小朋友看脸的。极限挑战区，这个太小还不能玩。不会，像这样，只能看不敢玩。马上逃走。沙坑区，非常适合小朋友了。看到沙就很兴奋了。他们还是喜欢比较白沙。这个小朋友突然叫我爸爸。这边的器材也是比较高难度吧，
属于比较高难度，大一点才能玩，不然有一点危险。只能看看咯，等大一点再来玩，蛮有挑战性的。像这个楼梯，很像那个什么豆子的那种造型哦，捷克与豆子吗？哦，这个溜滑梯蛮特别的。那去哪里？不是那边，这里才是。还不敢溜？咦？有没有？咦？等一下就摔下去，这里啦，也是要等大一点才敢，先拍给大家看。玩这个摇摇马，摇摇马。这个是好像喷雾的。喷雾的，好啊，那你示范一次好了，怎么玩？我要闪远一点了。都湿了，你看。哇！这神奇，还会哦。滚轮溜滑梯，好玩吗？还不错啊，还蛮特别的。我们今天来和平公园了，玩的差不多了，我们。可能太小了，很多设施都不能玩，都要是大人，都要陪同啊，不然他们也是会怕怕、哦、所以今天这边还不错玩的、哦、真的蛮适合带小朋友来这边放电、哦啊、等到现在还没有电来、哦、我们只能在这边待到看电有没有来，我们再回去了 OK、哦、谢谢大家，拜拜。